Mdm Choo Hong Eng showed her fighting spirit when she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Marina Bay Sands Casino for not giving her the $416,000 she struck in a jackpot. And that pluck is also why she refuses to get married. No. 成家立业，到后来是说后悔结婚。我周遭朋友都是这样，我现在何乐与不为？何必拿一个来困身呢？对不对？那但是你年轻的时候，年轻有多，但是我很坚持我自己的命运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狠独立的，嫁给我不是好，害了对方，因为我很那一种性格都是很男人性的性格，不喜欢人家管我。你买一样东西要经过另外一方面啊，我。 还要跟他商量啊，可以不可以？我的性格，我要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何必要经过你商量？商量就吵架了。我自己个人想法了，还是不要了，不要害人害己。因为我很喜欢去活跃，很活跃。男的一定要找一个贤妻良母，要照顾他、关怀他，跟他生育儿女，要成啊，我不行，我不可能的事情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不害人。 好像和感情方面哦，那你两个女儿，你就不打算管他们有没有男朋友？啊，没有，有一次，我十九岁的女儿回来跟我讲，我十九岁的女儿来跟我讲说，妈咪，我爱上了一个男的，我说正常，应该的，只不过你现在要读大学了，要把书读好，新加坡你怎样都是有一个饭碗嘛，你不可以说。 半途而废为了恋爱就放弃了你的学业，你们一起读啦，我没有建议。不过呢，我还是一句话，那个男的背景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他说他两个妹妹，只有他一个大的，年龄是27岁，年龄不是问题。为什么他这么大才跟你一样同班呢？他说因为他读小学，就读中五，又读 IDE。 就是留级，然后又去当兵，当兵出来就又进入，所以一样的成绩就年龄就拉了。我说他是发愤图强，他也没有放弃他事业，正常，这个也是很好。家境是那些道教的啦，那全部 OK， 高呢是1.883，哇，蛮高嘞。你的头怎么去看他？他说我每次这样看他，我说。 很不登对嘞，哎呦，马妞说不要紧，做朋友而已嘛，还没有牵手吗 ？OK， 那到明天我在驾车，哎，有异样嘞，还没有讲好，宗教，他讲，哦，我就打给他，没有回电，等一下3个小时5个小时打来，妈咪什么事？我说还没有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男的是宗教，是耶稣还是？ 那个圣母玛利亚的，这个对你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，因为我要拜祖先，我要拜佛，你们不能吃水果，又看到我的菩萨是魔鬼啊、撒旦啊，眼泪汪汪的。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是耶稣哦，他说妈咪，我们他是耶稣，哦，你们还没有牵手啊，我们先讲哈，跟他做朋友就好哈。哇，哭到哔哩吧啦。 那么，多了不久了啦。我还是跟他讲，你想想看，你们真的是不登对。你又这么高，他这么高，你又这么矮，而且年龄我不是问题，是那个教会的问题。除非你改变他的宗教，他不行嘞，洗礼嘞，哦，洗礼就不用讲，我不要勉强了。那么他就考虑了很久。那么有一天他在那个房间跟那个男的在谈话，我说你可以跟我跟那个男的谈吗？ 我说你贵姓啊？我姓何。哦，有了。我说你知道我的女儿是姓何的吗？他说我知道。我说你知道你是福建人，我的女儿是福建人，她是我领养的。因为你姓何，在我们华人的传统，姓何跟是福建人是不可以结婚的。 大家姓何啦，我是传统的啦，你也福建，他也是福建，祖宗都一样啦，除非你是广东又不同啦，那么这个是一个阻碍啦。
第二个，你是耶稣的，他是佛教的，这个也是一个阻碍，其他没问题，只是你们可以做兄妹啦。我看不能做夫妻啦。我的话就是说到这样，就交这个电话给他。那个我的女儿呢，就眼泪了。我说，我不要看你们的怎样，这你看着办吧，就走出去了啦。等一下不久了，几个小时回来，在妈咪，我跟你谈哦，真的不可以啊。我说不可以嘞，同性啊，我是不是你爱得很深？我是刚刚恋爱啦，不过那个男的很慎重话讲，我们大家冷静啦，冷静日一个礼拜啦，你不要打电话给我，我也不要打电话给你啦，我们看怎样思考啦。结果一个礼拜后呢，他说我要想打给那个男的，我想通了，那个男打来还是我们做兄妹好啦，当作是我们不要加入下去，不然给家里人，我的家里人也是烦恼，你也烦恼，还是不要。他说我们还是专心读书，我就很高兴了。我说这个男人真的很好，只不过他是同性的啦，他也是一个受教育的人，我很佩服他，你可以跟他做朋友，但是不要进入爱情了。他就说我痛苦了一阵子啊，讲我很想了很久，还是不要让你伤心，主要的是说你讲福建人跟我又是姓何的，还是不要了。他妹妹劝他，他说听说是这样，妹妹也是很懂事，大姐不要啦，反正都没有牵手无所谓啦， OK 啦，就是讲他们两姐妹蛮沟通的，所以他们什么事情，有一次大哭嘛，大哭哭到半死，然后就我问他什么事，他说你不要管我，我去房间躲着哭哭哭。我说什么事情，我说爷爷妹妹你进去问大姐什么事情。他说啊、哦、大姐啊，我知道了，给同学们甩了。什么叫同学们甩掉？他说那时是应该是六年级，那么他很爱慕那个，因为我以前教导我孩子说，叫我孩子不要去做学长，因为学长是跟老师拍马屁的那种，老师拿书本你拿书本什么，专心读书，这种长不要去做。他就很每次老师问他，朱佳丽为什么给你当选学长你不要，不要，妈咪说、哦、跟你们拍马屁的要用功读书。他老师也很好笑，有一次他就暗地里面就喜欢了一个学长啦，然后一次要表现给那个学长看，他就储蓄了那个钱买一个巧克力差不多20多块嘞，就交给你这个好朋友，交给那个学长，那好朋友就交给他就偷看，哪里知道那个学长就交给另外一个女同学，他就那个男的就跑过来跟他朋友讲，那个学长讲什么，他说骂我英文话说臭婆娘啊，就骂我的女儿是臭婆娘啦，就顺手就送给了那个他的女朋友。哇，心里面躲在那个房间就大哭咯。我就跟他解释了，我说你不是暗恋他，你的暗恋不是，你是仰慕他，是他当了一个学长很有本事，现在妈咪跟你讲，你呢就跟当一个学长给他看。他说我想呢要经过你同意，说不要让他经过你同意，你要当的学长比他高。他说好，我去报名做学长。他去报名做那个学长的，他当时做学长说的高过那个学长，没有再高了，除了是老师而已，他最高还有一个小办公室。我说妈咪我很高兴，那个学长给我整到他半死，我就想哇，心里想你不要整人也整得太过分了。他说啊、哦，那个学长呢现在在我的脚下了，我折磨到他哦，家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私心，他说他这样来伤了我的心哈、哦，说我臭婆娘呢，我永远记得他这样来骂我了，现在我当学长来整他了。我说这样就不好，因为他要离开这个学校了，你就不要再去整他了。我说当作你这样整你学长的位置都没有，我老师很看得起我嘞。他这样讲，这样咯，就是他很发愤图强，他会给自己保护自己，他性格也像我一样。